大家好，我是严乐，今天呢家里开始抛秧了。看这个呢是肥料，在抛秧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撒一点这个鸡肥进去。准备开始啦，等一下挑秧过来就可以开始抛秧了。现在呢秧已经拿过来了，准备开始抛秧了。以前呢是整块这样撒到天上去，然后呢就让它掉下来，就现在呢就一点一点来插，因为呢这样插起来呢它可能会均匀一点。现在这个田呢已经都抛了一大半了，大家说呢，抛下来这个秧呢它不整齐其实没问题的，过了两三天它自己就会站起来了，就会站直了，没事的啊，抛秧就是这样子抛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稍微的补一下，你看这块田呢基本上已经抛完了，稍微的补一下，这些比没有那么均匀的就稍微的补一下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帮忙点个关注好吗，下期再见。